蜜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午安，我是彩妆师九A，我是小空。对，今天很高兴啊，又跟小空碰面了，一年一次哦。而且这一次很特别的是，我们一样呢为日本怪兽来做主持，真的是好开心哦。没有错，但是其实啊，我每年其实最期待的也是这个时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每年日本怪兽都会引进非常多新奇小物，然后让女士啊变成水的那些保养品啊、彩妆，在这边通通都可以买得到。没错，因为日本怪兽呢是在国内首屈一指的购物平台哦，能够呢将所有日本最新的杂志以及最新流行的一些彩妆商品，零时差的引进台湾，让你呢在这个购物平台当中可以享受最新最棒的一个购物环境，就是日本怪兽美妆学院了。对，但是其实啊，今天除了就是我们来到日本怪兽会场很兴奋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令人家更加的兴奋，知道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我一直在卖关子，等一下等很久了。因为其实啊，今天现场朋友知道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个神秘嘉宾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要大声一点，等一下我们邀请他出来的时候，可以给他个最热烈的掌声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位神秘嘉宾就是我们的武川雅玉。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！雅玉啊，据说是《天天杂志》的非常知名的模特，以及呢在日本引导流行的一个，所有的女生呢都会羡慕她的穿着、她的打扮是优雅，大家都是争相想要模仿她的对象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那雅玉要不要跟现场的朋友就是打个招呼？是吗？有，我们要讲中文，她听得懂吗？啊，真的哈、哦。那我先自我介绍好了。好，可以吗？你先来。可是我们要先邀请，就是社长先上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邀请我们日本怪兽的 Dosco 社长来帮我们做翻译。Dosco， 甜美的，嗨 ，Dosco。我们刚刚想，本来想要就亲自上了这样，可是因为九恩老师是我自己来讲，我只会化妆嘛，是，所以那个中文讲得好就已经不错，要我讲日文是不可能的，请社长来帮我翻译一下。对，但是我可以自己先稍微秀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想要跟雅韵稍微秀一下我的那个日文。好，私はココ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、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そう。好，其实雅韵她很。厉害，他会自我介绍用中文哦。好的吗？那我们请雅玉。好。有小声，我开玩笑。大家好。好。我的名字是武川雅玉。金多多子酱，そしてディアップアイラッシュ、金多多子子。